他们走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接他们安全回来，所以说能他们能够安全回来，能够抗击疫情，我们觉得非常幸福，真的是他们让我们非常感动。非常的激动，然后也有些不舍，然后感觉祖国非常的强大，我觉得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这次抗击疫情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骄傲，跟武汉结下了非常深厚的这种友谊，不管是跟这座城市还是跟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武汉的战友。今天晚上咱们执行一场特殊的任务，就是迎接辖市的援鄂医疗队凯旋归来，他们是这场战役的英雄，所以我们要用最饱满的热情、最高的礼遇迎接英雄回家。三门峡援鄂医疗队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们是三门峡交警，接下来将由我们为你们护航，欢迎回家。阿拉虎来了。
我们陪你一起看看十里红章城，愿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好，那咱们上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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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，一个是有两点吧，一点有点激动，觉得自己可以完成任务回家了；另外一点呢，觉得武汉真的挺难的，但是我们国家都扛过去了，武汉人民真的很英雄。太多的感动，你是我。